零二号2017年好计划从5月开始正式开跑，一连6个月，每个月揭晓一首全新创作。由于他在推全新抒情单曲《就这样》，MV 又来了马思纯担任女主角。首次出演 MV 的他也表示，觉得 MV 里的女生都特别漂亮，可以参与这次拍摄，觉得很荣幸。两人同为安徽的老乡，初次合作拍起 MV 来，可是一点也不陌生。在拍摄现场，马思纯谈到对李荣浩的第一印象，台下说觉得荣浩很健谈，很亲切，是个幽默的男生，大赞李荣浩。但他随即补上一枪，表示我妈妈说你眼睛小，还是蛮帅的，让李荣浩苦笑不得，只能笑称阿姨有眼光。我说思纯啊，这说话太中肯，不怕陈琳生你的气吗？